的确啊，每一天啊，无不都是历史，人间啊，多少的悲欢离合。大家可记得，在2008年的今天，就是5月12号，树川汶川规模8的强震，成为了多少人生命中难以忘怀的悲痛。过了这2年呐、看到了孩子们呐、虽然有一阵蛮长的时间很惊慌恐惧，可是慈济人呐、一边呐、就去陪伴呐、那在另外一边呐、我们就开始为他们新建学校，不断陪伴，让孩子们呢不只是忘怀恐惧，而且啊，也已经走入了欢乐。这种的欢乐呢，不是光会玩，让他们知道时间如钻石，要把握时间，好好用功，还要启开了他们如何孝顺父母，不只是懂得孝顺，更要懂得呢付出那一份的爱呀、所以呢，会读书，会孝顺，还要会行善哦。行善行孝不能等，成为在落水的一股很温馨的风气呀、更令人感动的，当地的乡亲们呐、已经跳脱了那样的悲痛，而且呢，我们已经带动起来了慈善这种的敦亲睦邻啊，乡亲帮乡亲啊，有的孤老无依者，那就由社区乡亲们来疼惜来照顾，可以说是见苦了以后呢，转苦为乐，这样的心情去帮助其他人。所以呢，菩萨所愿怜苦众生，看他们呢这份呢菩萨之爱呀、已经呢日日增长起来了，这都是好事啊。尤其是在今年的浴火节，也看到了落水在浴火的时候，哇，也是很庄严呢。同样的是绕华绕佛、真的看来呀、也是很有道气。更令人感动的还有呢，达宗有几位居士们哦，他们呢在四月间曾经来过花莲，他知道了午夜浴火在落水啊可以举办，达州啊要来到落水啊要打10几个钟头的车程呢，这样的几百公里啦，迢迢的只来为参加浴火，参加绕佛法哦，那可见他们那样的诚恳有心啊，很令人感动啊。这都是因为呢汶川啊、一个瞬间的强震啊所造成呢、那菩萨所缘呐、这个因缘把握呢，到了四川落水汉旺。当然啦、现在已经呢在成都啊，一大群的企业家菩萨们也在投入哦，这样的一波因缘呢就如水啊，可以载舟也可以运行，把这样的慈航要有这样的滑的水来运转了
苦难悲情啊，让它成为苦的慈岸，到达了乐的彼岸去哦。所以啊，我们应该呢要好好的应用，有慈航啊，一定呢也要有滑水哦。我们要好好的应用，你应用它就可以通达诸法，那就是可以运作呢如慈航一样的度众生啊，到彼岸，这实在是哦很不可思议的因缘。我们把握这一次的因缘呐，在大陆呢有十几个点哦，都是很大的，很有次序，而且很整齐哦。看看普鼎医院呐、院长，还有那各科的主任们呐、医护人员呢，也是同样啊虔诚的浴佛。这种的浴佛啊，真的把这一份的清净的心啊，从自己的本性啊来沐浴，让我们的去除烦恼啊，在佛法中呢清净。那尤其是我很不可思议的啦，开始要浴佛的前课，哇，好加多哦。那但是呢，等到我们真正的开始要浴佛，那一停了啦，而且呢很顺利的啊，微微的阳光出来了，大家也很赞叹呢、不可思议。还有啊，美国呢真的是在美国要推动也不简单呐、这个西方啊所信仰的大多是基督天子哦，也是很不容易推动，不过呢难行能行啊，他们呢推动起来了。看到了纽泽西那一天刚好是低温，很冷哦，才5度而已呢，现在应该是春夏的时候，为什么呢？当地有这样的冷的天气啊，人在寒风中啊还是那样的虔诚。看到了，就风那么大，可是呢他们还是如如不动哦，那很虔诚的按照了这种节拍呀、音乐呀、他们还是呢那样的稳稳的向前进。这种的虔诚啊实在是很令人感动啊。啊，同样也有呢法师啊也都参加，这都是呢我们看到的很虔诚的，而且呢在美西啊也很令人感动，不只是浴火啊，同时呢也是亲子。那如何能庆祝母亲节，弘扬孝道啊，还是呢看到了亲子之间的互动哦，很感动。还有呢其他的国家的他们也来参加耶。Un gros merci, un gros merci parce que son gros maman lié pour Haïti. Kounia là, un moment ça, son gros merci, son gros maman lié pour ma sœur, pour son gros maman ma sœur Chénienie pour nous Haïti. Yeah, it's very quiet and beautiful, just beautiful. Yeah, and everybody seemed like so, you know, so peaceful. 爱的互动啊，总是呢能成为呢永恒的。佛法在人间呐、一定要借重呢这种时间，虽然时间呐、是分秒在流泻过去，也就是因为呢有时间的累积哈、从过去的经验累积过来的，所以才会呢有这样的盛况啊。虽然时间不断的消泄，可是呢我们所付出的每一秒钟也是在累积呀、所以成果呢也不断不断的展现出来。我们一定呢
分秒要把握住啊，哈，法譬如水，把这样的水呢，能累积哦，让它呢成为驾慈航的华。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心啊，这个清泉，好好的不断的让它涌现，然后让它成为呢可以印在慈航的这个清净无染的好水。